鹰击长空，炫舞蓝天。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炫酷的飞行表演。今天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在广东珠海开幕，将会持续到17号。本届航展的展览面积、展品数量再创新高，共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22家企业参展。本届航展，我国陆海空军装备实现一体化展示，中国空军选派了36型装备参加此次航展，其中备受瞩目的歼-35A、歼-20以及歼-16运油-20A 等悉数亮相，而被大家昵称“胖妞”的运-20首次开放展示货舱。那中国海军也首次派出多型现役装备参加航展。除了先进装备惊艳亮相，那今年中国81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也再次展现英姿，而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也在阔别8年之后重返珠海，他们将有6架苏-35S 战机组成编队，与中国表演队同台献技，空中群英会备受期待。那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35A 进行了飞行展示。从11月5号，空军官宣它将会参加本届航展，到随后的几次短暂适应性训练，再到今天的正式亮相，它每一次的现身都备受关注。歼-35A 呢是继歼-20之后，我国第二款隐身战机。我们来看看它今天带来的精彩表现。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歼-35A 飞机出现在观众面前，并进行了通场飞行，精彩表现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觉得特别的震撼，但实地真的看见就是这个雄鹰在天上飞的时候，跟之前在视频里头看和在那个图片里头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太震撼了，特别震撼。尤其是这个音浪，然后再配合这个画面一起的时候，非常难以言表，这种感觉很激动。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机，歼-35A 飞机采用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具有低可探测性、高生存以及良好的飞行性能，综合作战效能优异。如果光是有重型的隐身战斗机，那么本身来讲呢，它上缺乏一个搭配，就是轻重搭配、高低搭配。所以目前呢，我们有了歼-35以后呢，应该讲呢，它可以形成，首先它可以形成系列，就是不仅我们有空军型的，我们还有舰载型的。所以呢，它这个一机多用本身呢，它会使得技术的复用性增加，而且它的技术平台的成熟度会增加。近年来，空军持续推进以歼-35A 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战机科研试飞，不断加快新机换装力度。空军试飞部队坚持作战需求牵引，按计划完成发动机空中启动、大迎角试飞等一系列高难度风险科目。今天上午，我国空军的另一款双发重型隐形战斗机歼-20也进行了飞行展示，我们来看看。来，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歼-20来了。4级零型队，第一空中塔，歼和编的海翼。歼-20的代号威龙，它是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对对对，威龙、猛龙，这个都是主力战机的这个名称。在空军航空兵某旅担任的飞行表演。对，就仍然保持非常密集的队形，一个钻石队形，或者又称零星队、4级零星队，非常整齐的从主席台上空这儿做了一个水平转弯。好，编队在这个200米的低空解散。好，双机即将进行一个水平交叉。哦，这是一个转弯交叉，等于是双机对飞了，在我们的正前方。现在继续着双机的通场，转过来，这是飞了个8字儿，好像这个还确定。比如这个双机，它就一个横队，这个呢就比较有利于故事向外搜索。我两个人的视野都很开。如果是攻击队形，它应该是现在看到又两架，对，继续，这是另外一架飞机，哎，然后你看它做一个盘旋以后，它就解散了，一个上升，一个仍然在水平低空盘旋，这个坐在那边是吧？对对对，它就是要迅速的转这个圈的半径越小越好。你看这个8字完成了，低空8字已经完成了，这个半径非常小，都在观众视线之内。你看它现在又向左转，完成那半拉的8字。空中的直升机拉了一个镜头上升，哎，那个
来了。这个动作太海河拉得很大，海河拉得很大。这是向我们展示歼二零的垂直机动性。除了先进战机惊艳亮相，飞行表演队也带来精彩的表现。今天上午呢，有着空中仪仗队美誉的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完成了开幕日首场特技飞行。继续的，这个叫钻石队形或者叫菱形队，每个飞机的位置都要恰到好处的形成一个正六边形，还是一个六机的一个编队。对，在变换队形，它基本上是一个三角飞行飞过来，开始拉烟。哦，对，然后上升，一般它通过这个咱们主机在正前方的时候，高度大概是100米。但它翻这个筋斗翻上去，顶点就可能快到2000米了。我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这号机一个大半径的横滚，对，五机变成一个雁形，然后六号机呢围着这五架飞机在绕大圈，大半径的横滚。展示的是第一个组合动作，六机向下开花。哦，下开花，双机对飞，好机交叉，哎。现在是四级，继续向上的一个拉烟，做一个筋斗，同步的一个横滚，对，再做一个筋斗的动作。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五号机和六号机的一个绕轴的滚转。哎哎，对，现在又是一个菱形队，哎，这个队形非常密集，看这就是。等于零间隔或者负间隔的菱形队，掌机，哎，调整高度。他做了一个同步的横滚，横滚啊，这个是加力盘旋，哦，就是你听见发动机声音震动非常大，这是把发动机的推力开到最大加力状态下，完成360度的一个盘旋，加力上升。在本届航展现场，海军也以动态加静态的方式首次公开亮相，多型现役装备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此次航展的海军首次在航展现场开设室内展厅，那主要展陈航母、两栖攻击舰两个板块，并开设海军在招飞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那向大家介绍舰载机飞行员招收和培养情况。在室外静态展示区呢，海军同步展出国产歼十五 T 舰载战斗机、直九 F 舰载反潜直升机、运八反潜巡逻机以及数款舰载武器系统、海上救援救生装备等。除此之外，海军还首次派出了歼十五 D 舰载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T 舰载战斗机、直二零舰载直升机、直八 C 运输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那舰载机飞行员啊，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尤其在复杂海况下，着舰难度非常之大。此次航展呢，海军也精心设计了独具特色的飞行表演，让观众对舰载机了解更加深入。灰白色的涂装，黑色的垂尾尖，挂载的设备舱，一大早，歼十五系列飞机整装待发，开启它期盼已久的航展首秀。这里是南部战区某机场。海军歼十五 D 和歼十五 T 两架舰载机正在我身后，它们在珠海上空为大家带来反驱逐舰、伙伴加油等科目。反驱逐舰和伙伴加油是海军为了参加此次航展精心准备的特有的飞行展示科目。开幕式上，一架歼十五 D 和两架歼十五 T 组成三机编队通场飞行，进行伙伴加油训练科目演示。所谓伙伴加油，就是战斗机之间进行互相的加油。在远海是缺乏陆基加油保障的时候，价值巨大，能够有效地扩展航母的作战半径，也能够有效地延长舰载机的滞空时间，能够极大地增强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反驱逐舰也是海军飞行员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此次在航展上空，歼十五 D 飞行员在操纵飞机着陆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方式操纵飞机，精确地停靠在指定位置。现场观众看后直呼过瘾。
与传统的飞机着陆相比，舰载战斗机的反驱着舰实际上区别是非常大的。在军舰上面，由于它的甲板跑道非常的短，它没有多余的时间窗口按照传统的模式能够实现再次复飞，所以呢，为了保障飞机在着舰的时候万一没有挂上阻拦索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起飞，那么在着舰的时候是通过加大油门保持推力但是降低速度缓慢的着舰，所以会有更大的引擎轰鸣声。如果能够看到尾焰的话，也会发现它会有更长的尾焰，更高的这个尾焰温度。本届中国航展首次开辟了无人机、无人船演示区，在现场啊，我国大型无人作战艇虎鲸号首次公开亮相，我们来看看。可以看到它通体涂装呢是呈灰白色啊，切尖三角式的展舷，内倾手的船身设计独特，外形非常酷炫。虎鲸号呢是由中国船舶集团研发，总长58米，行宽23米，行深4米，续航能力超4000海里，5级海况正常工作，7级海况正常航行。虎鲸号具有低雷达可探测性，隐身性能出色，是一型高速隐身的500吨级水面无人作战装备。它呢采用三体船型和柴电双模推进，可独立或伴随舰艇编队来实施中远海作战，具备超视距火力打击、防空反导及搜潜攻潜等无人自主作战能力，并可搭载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来实施跨域立体作战。在本届中国航展上，多款新型无人机集中亮相，其中呢，首次参展的9天多功能无人机系统因为个头大、功能多格外的抢眼。这架就是9天无人机，它的机体长度是16.35米，翼展25米，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是16吨，最大任务飞行高度呢15000米，最大的飞行速度呢可以达到700公里每小时，航时大于12小时，两翼下呢共有8个外挂点。九天无人机系统采用以任务为中心的模块化设计，机腹机舱有异构蜂巢任务舱，通过换装不同模块化任务载荷，九天无人机可满足空运、空投、信息支援与对抗、火力打击与支援等任务需求。对地带啊，包括那边空投弹，所以从这些装备去看呢，这个无人机好像已经成了空中的武库机，再加上叫子母载机，所以它可以把无人机现在的侦察能力、干扰能力，包括打击能力三者合一。今天是本届航展的第一天，还有多场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商飞与国内航空公司共签署130架 C-909 和 C-919 飞机订单，同时呢，国航与中国商飞签署协议，意向成为 C-929 宽体客机的全球首家用户。那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宽体客机 ，C-929 座级280座，航程12000公里，目前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工作。除了 C-929 啊，今天中国商飞还同步在本届航展上宣布，国产支线客机 ARJ21 增加商业名称 C909。据介绍 ，C909 飞机呢可以实现多种客舱布局，对我国边疆以及东南亚、非洲等海外区域的运营环境啊，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那至此，中国商飞3款商用飞机产品名称分别为商飞 C909、商飞 C919 和商飞 C929。在本届中国航展的现场，嫦娥6号取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也首次亮相。这次展出的这份月壤呢，是嫦娥6号第一份工艺样品，重大约75毫克，那取自月背最大、最深、最古老的撞击坑，也是月壳最薄的地方。今年6月，嫦娥6号顺利完成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另外，嫦娥6号返回器以及降落伞、月壤采集密封罐等，也在本届航展展出。